国家不能分裂，这是朕的底线。晋州乃沛国疆土，凡是沛国的热血男儿，哪个不想早日收回疆土？有人在咸阳殿上，说是不灭寒了。只为那边25万将士，等着攻城的亡命，眼睛望出前。 中将听令，南昌起义定于8月1日凌晨4点举行。出剑剿贼，口令：河山统一。